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淑环，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分钟房市焦点。王桥建设又有新案咯，预售透天案王桥时光近期即将公开，基地坐落南寮圣君路新兵路口，规划六大房双车位透天社区，总户数12户含店面4户。新竹南寮近期新案多，上广开发上广月六透天社区新公开，本案基地近台68，规划好校青房，卫浴房间皆有开窗，每户1150万起。看好竹北未来发展，新业建设积极勾地推案，位于县府特区预售大楼新案即将公开，规划32到55坪，2到4房，是新业第一次尝试推出两房产品。不少建商在销售时会推出赏屋购物好礼，竹北甜心赏屋送好礼4选1，粉丝专业同时推出送机票活动，竹北甜心近期来人数稳，规划2到3房，458万起。湖口环境淳朴，相较新竹竹北，房价较为平实，成为不少首购族的首选区域。金和爱家预售大楼案近中兴国小，规划17户零店面大楼产品，每户368万起。蒲竹建设潮间带电梯透天全新完工，本案基地广达近1300多坪，规划40户电梯透天社区。本案强调深阳台、双露台空间，让建筑立体全绿化，令人印象相当深刻。你觉得公社对你来说有加分作用吗？不少社区的公社相当丰富，举凡健身房、泳池、阅读室等，根据社区规模的大小，公社丰富度也不同哦。大型社区的公社种类相当丰富，您认为有什么优点？其实呢，现在人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的大，那我觉得公共设施多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例如说呢，我们从静态到动态，那我们就是整个休闲跟娱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那目前呢，就是因为户数多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管理基金呢也相当的充足，那对于就是说我们那个整个公共设施的维护其实也完全的不用担心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啊。大型社区户数较多，在维护公社或规划公社时会有较大自由度。符合大型社区的建案有巨人、九牧世家、国泰和、东方文化等，有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现场了解。以上是三分钟房市焦点，我们下周见。